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私、鬼です。ようこそ、今日のスタークラスレッシュの第30キリ。30展、天哪、我们来到30展勒。好恐怖的一个集数哦。如果一个礼拜一集的话呢，30展是几个月啦？一个月大概4集，然后哦，将近7个月了耶。7个月半，已经超过半年了耶，好可怕哦。我们会长长还蛮长寿的嘛，不过差不多也快到结束的地方咯，大概还会有几集啦，我们会先把暮光森林解决掉。好啦，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日常系空气系的这种动画。那这类动画呢，通常就是没什么剧情，这样说好吗？就是剧情不是太重要，但是就是日常，然后轻松，然后有趣、好笑的之类的，通常都叫做空气系或是日常系的动画。那这类型的动画呢，还蛮多的。我这边分享几个有印象的。好，以前有一个叫做《旋风管家》，《旋风管家》，对，它是一个诉说一个突然负债好几千万的一个少年，然后来到了遇上一个大小姐，然后知道到大小姐家当佣人的故事。那这个主角呢，非常的主角威能，就是被卡车撞也不会死，然后很耐打，然后家世万能，就是做什么事都超强这样子。还蛮有趣的一部动画《旋风管家》。那后面还有一部是《白熊咖啡厅》，这部还蛮可爱，它是以动物为主的哦。它里面的角色全部都是动物，那主角是白熊，就是北极熊。诶，是北极熊吗？就白色的熊。对，那就是围绕着这只白熊，还有一只企鹅，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动物，像是羊驼啦，还有棕熊啊，就是每个角色都是动物，然后还蛮可爱的。它是围绕它在这咖啡馆，然后这些动物们一些日常的故事，也是蛮有趣的一部动画。那后面有一部叫做《南家三姐妹》哦，这部好像有两三季哦。这部是诉说一个就是。他们叫南，他们姓南，然后有三个姐妹，好像是一个国小，然后国中，然后还有一个高中吧，还是国三，差不多的一个这样的年龄差距。然后他们的生活虽然就是很日常的感觉，但是常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，然后就变得很有趣。好，南家三姐妹也可以来看看。那如果你想看轻松，然后又看萌妹子的话，你可以来看一下《轻松百合》，这一部。跟他的名字一样，他是有一点微百合的感觉。那里面角色应该都是女生吧，我记得都是女生。然后就是蛮可爱的，也是校园日常的故事，然后也是蛮有趣的感觉。最后就来推荐最近的动画吧，它叫做《干物妹小埋》。这是诉说一个很宅的女高中生呢，她在家里就是会变成一个 Q 版的样貌，然后就是很爱打电动，很爱吃零食，很爱喝可乐。那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万人迷，变成一个超厉害，然后品学兼优，什么都会的一个高材生。这部也是蛮有趣的一部动画，最近才动画化的，所以还蛮值得来看一下的哦。好啦，我们差不多日常戏差不多先分享到这边结束啦，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若影展展吧。好啦，我们上次攻略完那个骑士幽灵的墓穴吧，然后地下迷宫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往这个好大哦，这个是什么黑暗之塔的样子哦，超大的。然后我现在是在快到了，它很像一个猪的图案。好，四个那个骑士幽灵守护的中间就是这个了，黑暗之塔，好大一个，我的天哪！然后直接爬到这个树上，比较好走，比较平坦，不然下面的森林就是很暗，然后很难走。这是要我们从水上流上去吗？哦，哦，它入口是哪一个？这一个吗？这个是入口，是可以从水上爬上去。我要把它敲敲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保护柱，有保护柱的话，应该是我们还不能来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很硬欸，这个超耐打，超耐挖。好啦，我们从下面好了，应该会有一个入口处。欸，入口处，重现砖，
这个是不是要用一个火把还是按钮之类的？好哦，果然有了，这用那个控制杆就可以把它打开了，很酷哦。好，所以这边需要做很多控制杆才能一直开门。哎哎哎，它关起来了哎，是过太久哎，它有一段时间会自己关起来是不是？好啦，我们要进去喽，还被它夹起来。Open, open, 好、哦，这边才是中间的入口。这要放哎，直接按中间就开了。哦，中间冒火哎。好、哦，这个角落感觉很可疑，没东西。好，要爬楼梯上去。嗯，感觉很可疑的地方哦。看一下这里 ，open。哎，其实它用手开就可以了，不用控制杆了。其实也不用控制杆了。哦，这很像迷宫哎。用手推，用手按右键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也很大耶！哦，哦出来了。看一下，哇，很高哦，这么高哦。这个是什么啊？上面有一个拉杆，看一下。哦，有隐形的建造的什么千升升迁铁矿方块。好，这边再按一下呢。哎，没了，它缩回去了。那我这边有吗？哎，这边没有反应。哎，有啊。欸，延伸到那边去，我应该是要一直往上爬嘛。这边呢？啊，这边可以。欸，欸，它是往下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往下的？这个好奇怪，这是电梯的意思吗？往下降，往下降的电梯。好，我们就往上爬啦。欸，好，有了，要到那边去，看一下，拉一下。哦，好弯曲哦！你看这个挡在这里耶，哎，仿建造核心到底是什么？是指这边不能放砖块吗？我来试试看。哎，真的呢，在附近放方块会被它拆掉。哦，这是让人家不要就是叠石头叠上去了。就让你一定要就是照着它这个机关来爬，好坏心的东西啊！好啦，那哎，再往上，哎，好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哎，再往上，这边也可以走。我们要到那一块才行哦。按啊，现在连火把都被它拆掉。好，所以我应该，哎，这个怎么绕啊？先往上好了。好，有了，就是这里喽。喂，好，到了，上，好，到达一个小房间。嗯，一个铁簪，然后一堆熔炉，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嘛，就让我们来这里修理武器，然后烤点食物休息一下嘛。休息空间，然后突破第一层，继续往上。我感觉这里算是比较解谜型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往上喽。哦，有水。奇妙的水的地区，然后这里好多门哦。哎呦，这里怎么破掉了？这里怎么破了？哎，这样是正确的路吗？呀，好诡异哦，这样上不去。我们走走看别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。嗯，
欸，这个打不开。哦，这个有锁是不是？这个好像有四个锁，四个角落好像有上锁，所以我们要找钥匙，找钥匙。我们要去这种地方找钥匙吗？这里真是破破烂烂的。哦，感觉这边上不去欸，然后再找别条路，看一下下面还没有其他的门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好，哦，有了，这应该是往内部找钥匙，变成解谜游戏找钥匙。哦哦哦，哥布林欸，不是哥布林，高伦，高伦守卫，铁巨人的感觉。找钥匙，哦，大只欸。哦哦哦！我怎么多只啊？吃我一刀！哎，哎，这里有宝箱，有宝箱。嗯，我现在这样推下去，然后拿不到，还是拿不到啊？这样推开有什么用？哦，就是推开才能把那个挖掉啊，把旁边的栅栏挖掉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推才能拿。然后有钻石，同时针有什么用？下面的，哎呦，怎么又出来了？我们铁镐打人好痛哦。哦，哎、欸，这高轮好多，哎、欸，会瞬移的，瞬移的高轮不见了。好，你们钻石，好，铁木锭，然后其他都不用用了。好，这边宝箱已经变成钻石类的了。哎、欸，两种颜色、嗯，这也是可以开的，这边也可以开。哎、欸，哦，哦。这是一个爬楼梯跑酷概念吗？好像不用跑吧，一直往上爬就可以了。小猴子爬树大挑战。诶，爬到最上面了。好、哦、有一个宝箱。哦，生命护石诶，哦，这个好像可以增加血量哦。哦，迷宫钥匙。哦，就是这个对不对？我们要找这个四个迷宫钥匙就可以了，其他就用不到了。生命护石要，好像是死掉会补血的，快死掉的时候它会马上补血的样子，有点像复活石的感觉。好，还不错。嗯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要就是到处走这个小房间、小迷宫，不对，这边应该每一个区块都有一个吧。咦，这有外面了。哇，这个不好跳欸。看一下，要往这边跳。欸，要爬到那个楼梯，怎么可能？先跳来这里。哦，对啊，从这里才行。欸，这有宝箱。欸，实验品。这是什么？这很像一个蛋糕之类的啊，实验品。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。嗯哼，看不太出来。实验品，丢，很像一个草莓蛋糕之类的，应该是吃的吧？哦，对，是吃的诶，补两格。感觉是什么吃了会坏肚子之类的实验品，名字好可怕哦。嗯，继续往上好了。看一下，它不是每一个宝箱都有钥匙诶，所以它看来有很多小房间咯。好，诶，从那里往上爬感觉有东西耶，看一下这里能不能叠方块啊。这里可以了啦，这里可以叠方块了。哎、欸、
这样也跳上来。好，这里感觉比较难爬，应该是有东西啊。没有，没有钥匙。钥匙难找欸，可恶，变成找钥匙游戏了。好啦，四处奔波，到处找，找钥匙，终于找到四个了。它基本上就是一样，差不多的位置，差不多的那个高处，然后一直爬上去，然后看宝箱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终于有四个了。欸，它宝箱超多的，不是每一个都有。好，感觉又到跟一开始的地方没两样的地方。欸，还没到王的地方哦。哇，这个塔真的是很大欸。哎，该不会又是要找钥匙了吧？该不会又要再找一轮钥匙吧？挖掉，掉，样子不太一样喽。楼梯跟书柜，这个路也太崎岖。哇，它这个路还真崎岖欸。我一般的话就是可以叠石头上去了，我们直接跳应该可以。虽然我的跳跳学坏了，不过我们的拔刀剑它有内建二段跳，只是有时候比较难用出来，有时候跳不起来。然后抓一个时机，好，上面又是四个门的地区，哇，这也是好看的。这里呢？哦，有路喽，又要往上爬，希望不要再找一路。哦，蜘蛛，哦，怎么从我旁边爬出来？赶快拆掉，也是那个应该是毒蜘蛛。好，这种地方通常都只有……吓我一跳，这要干嘛？吓人用的吗？这要干嘛？这里还有一个。怎么这么多啊？枝江已经快靠近那个王的地区了。好，终于是宝箱了。啊，又是钥匙欸。该不会又要找一轮钥匙吧？我看到幽灵在那里，好远。哇，离中间、离上面还差那么远欸，还这么高哦。天哪，我可不可以直接爬上去啊？可以从外面直接叠石头上去吗？过最后的地方应该会有东西挡住吧？不晓得是网子，只要爬到最上面就可以了。来试试看好了啦。这让我想起那个什么猎人的试炼，有一个叫什么猎人塔吗？还是什么塔？反正就是爬外围会被这个外面的野生的什么鸟，猛鸟给解决掉。哦，我刚刚是看到它瞬移了，然后就是要走内部机关，慢慢往上爬才行。哦，总之已经来到更高的高度了，先往这边走好了。好，喂。哇，还有这么高，本塔、主塔应该在这里，好高啊！我的天呐、啊，太阳快从那边过去，从这边过去好了。好啦，我已经爬到最高的地方了。哦，出现了！一次喷好多颗哦。好，所以它只要爬到最上方就可以了嘛，不一定要解开什么机关哦。好，我们爬上来就 OK 了。好，吃我的风来刃！它的那个火球怎么不见了？等下我的风来刃也砍不出去为什么？哪没了呢？出现好多小怪哦。这我们应该爬高一点。它这里有一个陷阱，我们是要把它拆掉，是要把它拆掉。哦哦哦哦哦哦！
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它是吸收哦，这个陷阱，恶灵陷阱，这是会帮他补血之类的、啊。看一下，哎，我招式放不出去，哎，招式放不出去。我是应该把这个陷阱给打掉啊！我先把这个小幽灵解决掉好了。好，这是吸收这个恶灵的某种灵气吗？好，是它靠近的时候我把它吸收掉，可以把它护盾之类的把它打掉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吧。啊，这个门怎么长这样？好，这里有一个。踩一下，哎、欸，这样吸不到，砍不到。哎、欸、哎，结果风来剑砍不出去，技能用不出去。无卡呢？哎、欸，砍不到。哎、欸，解决了哦，我们要去那边，去那边开陷阱好了。这个，哇、哦，好多只哦。吸收，吸收，哦，有用，有用，有用！受伤了，受伤了。所以他是要用这个陷阱来攻击哦，好像一般方式砍不到吗？一般方式好像没办法打哦。如果他能被我这个剑气砍到的话，应该会很痛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去踩陷阱，就是要用小只幽灵，然后。吸引他过来，好吸他，吸收他，吸你，嘿嘿嘿，我吸，嗯，他血有在减少了。趁他被陷阱吸引的时候呢，就给他吃了几发蛇蛇丸的剑气。哇、哦，他血量其实不多、哦，大概这样砍了两三波就解决掉了。那他的那个他的奖杯呢？嗯，奇怪，好像没有看到那个徽章哎、欸、哎，中间多一个宝箱。嗯，来看一下。哦，有了奖杯呀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升天结晶，然后跟 Fiery Tear 火焰的眼泪，看一下这要做什么。这个结晶呢，哦哦，可以合成这个消失砖，还有重现砖。哦，就是刚刚那个门口的那个地方哦。哦，是来做它的机关的东西。好，一些升天结晶啊，这精华，哎，这个不知道从哪拿的，也可以用合成呢。好，那另外的这个呢？哦，哎，这也是燃烧金属地嘛，燃烧协议的，跟那个九头蛇的一样，好，一样可以做的燃烧金属地。好啦，那我们得到这个幽灵什么火焰眼泪的成就，那他说我们可以让我们抵挡雪，还有这个冰冻的感觉，可以防冰，可以防冷冻，所以呢，我们之后应该是要去就是有雪的地方。冰雪女王对不对？极地的地方，嗯，嘿嘿，虽然有时候打不到哎、欸，要踩陷阱。好像是踩这个恶灵陷阱都会有特别的音乐、欸，奇妙的音效。好啦，那看来我们的恶灵之塔是恶灵之塔吗？暗黑之塔就到这边结束啦。我跳不上去。好，刚刚下面好像经过这个奇怪的机关哦、喔。我这边还有教你怎么合成哎、欸。哦，那、啊、我这边
这个树囊就直接拿走了，它是可以拿走，就是这个啦，囊虫精华，直接拿走就可以用嘞，蛮方便的嘛。好啦，那我们这集差不多就先到这边结束喽。这个算暗黑之塔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区域副本王，好，第四只王吧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冰雪皇宫之类的地方去逛逛喽。好，跑到很狭窄的地方，这前面好像要解开一些机关的感觉哦。好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ネットストーンポケットお送りします。